谢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廣東話嘉賓訪談環節。咁頭先睇到嗰條片啦，相信觀眾朋友都知道，我哋今日將會探討一下關於呢個小朋友教育嘅問題。咁其實據我所知啦，喺我哋社區其實有好多熱心人士啦，都想幫助一啲相對貧困地區嘅小朋友嘅教育噶。咁我哋今日好開心為大家介紹一個慈善組織，就係呢個福慧教育基金，咁就可以為大家提供相關嘅資料。咁首先咧，我哋今日好榮幸咁請到呢個基金兩位舉足輕重嘅人士。咁首先介紹一下，喺熒幕嘅左手邊咧係關寶慧先生，咁佢係呢個福慧教育基金嘅會長。而呢位女士咧就係黃以珠女士，咁佢係呢個基金嘅秘書及呢一個籌款主席噶。咁歡迎兩位先。嘉敏，多謝。嘉敏你好。係啦，咁我哋首先咧想為觀眾介紹一下，咁其實點解會成立一個基金嘅咧？我就一路其實喺1990年。就已經參與香港另一個福慧慈善基金會在中國大陸做教育方面，咁喺2004年得到一班好朋友，包括 Judy 先生大家嘅鼓勵之下，就不如我哋喺加拿大都同樣成立一個基金會，就叫做福慧教育基金會。我哋就係一個係完全唔講宗教、唔講政治，單純係希望喺中國為中國下一代做少少嘢，喺教育上盡一點貢獻。係啦，咁大家都知道咧，中國有一部分嘅山區咧，佢嘅教育環境咧依然未係咁完善㗎。咁我想問一下Judy 啦，你作為呢一個籌款主任，咁喺呢一個成立嘅初期，有冇啲推廣方面嘅困難咧？當然係困難咧。其實咧，我哋開始想做呢件事嘅時候，首先一定要同政府攞一個即係慈善機構嘅 charity 嘅 number， 咁先可以出到退稅單。咁當時咧係好困難攞㗎。咁但係啱啱咧就星報咧就有一段新聞。就講喺四川有一個男仔咧，18歲嘅，佢因為冇錢交學費，咁佢就喺一個火車嘅度嚟到自殺死咗，係100多蚊嘅加拿大紙。咁而我哋當將呢件事交到去政府嘅時候咧，就喺一個星期之內，我哋就攞到我哋嗰個政府嘅執照啦，做到。咁就跟住就社區嘅朋友亦都有好有心，咁我哋就開始由嗰度開始嘅，就170多個學生，至到而家有3000多個。係啦，咁不如 Judy 再為我哋介紹一下，其實你哋呢一個項目嘅主要嘅地區喺邊度咧？我哋開而家暫時嚟講咧，其實就喺四川嘅地方噶。咁我哋亦都咧喺廣東同廣西，亦都學校我哋幫佢就係中學生、大學生嚇。咁我哋不如首先講下呢個中學生、大學生嘅項目先啦，因為我知道其實你哋嘅項目係分開唔同嘅呢一個年齡嘅。咁呢個中學生、大學生主要係針對啲乜嘢方面嘅目標？大學生咧就喺當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咧，就係即係外語嗰方面啦。咁另外有啲喺四川嘅咧，我哋有水利工程啊，有醫學院啦。另外我哋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教育方面，所以咧就係師範學院咧對我嚟講係好重要，因為可以教到啲老師出嚟咧，就可以教其他嘅同學嚇。咁而即係除咗依啲學校之外咧，就另外咧就有職業訓練學校嘅。因為我哋一陣遲啲，我哋會講到就係我哋有啲孤兒，咁佢哋大咗嘅時候，咁佢哋有出路嚇，咁我哋喺呢方面亦都進展緊。係啦，咁我哋其實我哋喺熒幕嗰度都見到有一啲相㗎啦，咁就係我哋咁多年嚟取得嘅一啲叫做成就啦。咁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幅相其實係一個點樣嘅典禮咧？嚇，我哋每一次去到學校嘅時候咧，就首先咧就係頒獎典禮嘅。咁我哋頒獎典禮
咧？就我哋會每一個同學係喺學校嗰度審核出嚟，因為佢嘅成績好，同埋另一方面咧，就係佢好窮困嘅。佢好多時咧就喺啲農村出嚟，咁佢好需要我哋嘅資助啦嚇。咁而我哋喺每一個信封裏頭咧，就有一張佢嘅獎狀啦，即係佢得到依一個獎學金。咁另外咧就有一個信封裏頭有啲錢，就係我俾佢獎學金或者助學金。咁另外咧，我哋亦都有會長嘅封信俾佢啦，鼓勵佢噶啦。咁我哋到去到校嘅時候咧，就親手將依啲資料咧就交俾佢手上。咁所以你可以見到我哋俾嘅錢咧，其實個透明度係非常之高嘅，每一分一毫我哋收到咧，直接交俾學生嘅手。即係可以確保啦，我哋捐嘅錢係真係可以交到學生手上邊噶。其實我哋知道啦，其實對一個學生嚟講咧，單單只係呢一個資金上邊嘅幫助未必足夠噶。我知道咧，你哋嘅項目咧，其實有派一啲大使去到當地，喺呢個心靈上邊關懷下佢哋嘅喎。係啊，其實我哋每年都有兩次會入去探啲學生嘅，且每一次去，因為我哋就將班學生就分為小組，揾一兩個福慧嘅義工董事同我哋傾偈。呢種傾偈就對於嗰班學生嚟講好有用，因為大部分學生，佢父母都係耕田或者係農村嘅，根本佢有問題佢都唔知同邊個講，所以我哋班義工就同佢作為心理上嘅開解。其次，我哋跟住就會同佢通信，佢有啲咩問題就寫上嚟，我哋就有義工嘅董事回信俾佢嘅。我知道有啲親善大事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名人嚟嘅喎。我哋頭先有幅相咧，係呢一個李思琪小姐都去到呢一個山區嗰度咧，去關心一下當地嘅同學啦。就正如我哋所講嘅，雖然即係有資金啦，你有一個資助人嘅關心咧，係更加錦上添花嘅。其次，仲令到嗰啲學生就覺得啊，佢咁窮，佢竟然有機會能夠同阿思琪姐坐低。攞佢簽名一齊同佢傾偈，即係我哋希望用另一個角度去鼓勵佢。當然啦，咁呢一個咧係關於呢一個中學生同埋大學生方面嘅一個項目啦。而另外咧，關於我哋見到呢一個福星班，其實福星班咧係關於一啲可能父母都唔喺度嘅小朋友，咁嗰個項目又係另外一個項目嚟嘅。係啦，我哋就喺2006年就開始走入咗去四川南部一個高山嘅地帶，叫做梁山彝族自治州。彝族是一个中国少数民族，好像这里大家看到那12个小朋友，即是日日不上学，拖着即是污糟邋遢的钱周围流浪。我们就将这些小朋友就送了入学校，住在学校里，在学校吃，我们提供衣食住行给他，还有 Nannies 去照顾他的事。那现在就睇到嗰班小朋友入咗去之後嗰種改變係幾大嘅，而且咧唔單止係佢哋有個讀書嘅地方啦，而且有佢哋提供埋呢個住宿嘅地方，咁佢哋可以自己動手，叫做有少少係建立自己一個少少嘅空間嘅咁樣嘅感覺啦。因為畢竟可能佢哋爹哋媽咪都唔喺佢哋身邊，咁變咗佢哋就會喺個群體入邊有佢哋自己嘅一個歸屬感啦。其實咁樣係咪會比較即係對一個小朋友嘅性格上面嘅建立嚟講，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絕對係，因為佢哋係跟住啲老人家住，全部都係孤兒。我哋而家直情當佢係一個好有福嘅福星仔咁，俾佢多方面嘅照顧，所以嗰班細路仔成長得好好。我哋亦都係呢股力量就推動我哋點解要越收越多。開始我哋係收第一年收135個細路仔，到而家已經每一年係養緊1700個孤兒，加上700個女仔，咁嗰度2000多人，再加埋仲有1200個高中生、大學生，總共3500人。咁相信呢一個慈善事業會越做越大噶。咁我就想問一下 Judy 啦，咁樣如果我哋，譬如我哋而家多人多住啦，如果我哋想為呢項事業出一分力嘅話，有啲咩方法咧？咁其實咧就有幾個方法嘅。第一就當然係出錢啦，有錢出錢，有時話有力出力。出錢方面咧，你就可以即係捐錢嚟我哋就會直接同你交去用，有需要用到的地方。有啲咩聯絡方法啊？咁我哋就喺有個地址嘅，我哋有個 website 就係 www.fuhuieducation.org 係啦。咁如果你即係想話每一個月嚟到供一個細路，亦都可以嘅，即係你
俾$20一個月咧，就可以供一個大學生。另外，如果你俾$75咧，就可以供五個姑啊，我哋嘅福星仔噶。咁你可以話供一年又得，供兩年又得，三年又得。咁另外，如果有啲朋友咧，佢就想話啊，整一個啊長時期嘅助學金咧，亦都可以俾大筆啲嘅款項嘅嚇。係啦，咁其實咧，$20幾、$70幾啊，對於一個加拿大人嚟講，並非係一筆非常之大嘅錢，但可能對於山區一個小朋友嚟講，係一個可以改變佢一生嘅一個資金。咁希望咧，大家真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啦！唔單止喺資金上邊可以幫助到呢啲山區嘅小朋友，更加之可以喺精神上邊鼓勵佢哋成長。咁今日好多謝兩位為我哋介紹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。咁希望呢個活動可以越做越壯大，多啲人受惠，咁就更加之好啦！好啊，多謝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係啦，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，我哋先去一陣廣告，翻嚟之後繼續有精彩嘅節目。